主料，茄子5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鸡蛋2个，蒜头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茄子先用清水煮熟，蒜头先用油爆香，猪肉剁成肉末，鸡蛋2个洗净，炒锅放油先炒肉末至变色，加入茄子和蒜头炒匀，打入2个鸡蛋炒匀，装盘食用。烹饪技巧，茄子要用水煮熟，炒的时候要用锅铲将茄子炒成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